虽然离歌推复心中仍有不舍，想想这六年来用欢笑泪水所交织出的心曲画面，也许还有想对周遭的人说声谢谢，也许还有许多话想对同学说，想对自己许下承诺。现在让我们将真心心中的感恩与祝福透过希望气球为我们传达。现在请毕业同学和伙伴们抓稳气球，一起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祷想说的话、想做的事。请准备倒数，倒数开始，来，请摄影机就定位，3、2、1，放！这个气球缓缓升起，让我们的感恩、爱以及紧张无限延伸。相信你们通过个人的努力。今天更是带着学弟妹们和新长们满满的祝福，以及大家们的爱和期待，在你们即将踏出校门的这一刻，就由希望气球无限延伸。紧接着，请每位毕业。